想要发生全反射，哪个是不可能的哈？我们要发生全反射，它的条件是慢到快，慢到快，也是光密到光疏或折射率大到折射率小，好，这些条件就可以发生全反射。所以像 A 选项，应该是光密到光疏才可以。B 选项，是慢到快，慢到快。